再过几分钟，我们将进入今晚的国家晚间新闻。但在此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今晚第一频道在稍后要播出的节目。七点将播出未来游戏的报道。到晚上八点将播出获奖纪录片系列当代塑造。今晚我们将进。请将世界各地的体育迷谈官相庆，接着蜜糖时刻，梅根将与电影明星劳伦斯·布兰德·克拉奇畅聊他的电影新作《药引》。当然，我们还会前往先进党总部进行现场报道，采访这个新成立党派的各位领导人，聆听他们对此次历史性胜利的看法。以上就是国家晚间新闻今晚要播报的全部内容。首先，投票结果出来了，先进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该党此次狂扫了81%的公民选票。